咱不是说看不起人家，是吧？你可能想起人家，想我吧，是不是？来客人了啊，兄弟们，来客人了，下了一碗馄饨。饼子鸡蛋就行啊，饼子好像要明天给我吃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好，你慢点吃啊。别。好。顾客点了一碗鸡杂面，来，炒完葱花加入鸡汤，这纯鸡汤，水烧开，再放入面条，搅拌一下，纯鸡汤面，放点青菜，这个面使劲放在这里面咕嘟咕嘟，为什么？因为把这个。面的那上面的那个汤，面汤给它浸出来，要不然是面是面，汤是汤，不好吃。再加入点盐，加入一点点鸡精，放点味极鲜。这个扇子装完了吧？装好了。直接给它咕嘟咕嘟啊，再咕嘟一下，再咕嘟个两分钟吧，完全融入到一起去啊。像这样子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，汤味出来了，看非常浓，原汁原味。这碗面马上就好，就是。老大爷吃了一份馄饨，然后打包一份带走。年纪大了还拄着拐杖呢，你看。慢点，慢点，大爷啊。对对对。年纪大了就是要注意身体了。再放点香菜啊，放点香菜，倒点鸡杂，基本上每份都这么多鸡杂。里还擀了。你擀两个擀子，擀擀住。人上满了，兄弟们，差不多坐满了。兄弟们吃饭了啊，馒头，吃点家常菜啊，口水鸡、鸡蛋、花生米，我爸喜欢喝一口，然后吃几个馒头啊，我比较喜欢吃馒头，主食。阿爸这日子过小了吧？你看又吃又喝的，哎，又有菜，这补上，我不是无所谓吗？哎呀，那我唬你一点，我是无所谓，你做的。还不讲，你着急是吧？能吃又喝的，知道吧？俺他妈都急，你喝的有点急。连，来王总，坐，来王总，来坐，别生气，有吃有喝的吃鸡是吧？吃吧。哎，你呢？我还没找这个菜，你就管找这个菜了吗？那个。吃吧，嗯，来，找这个图案找，我找过你就能找。好，你讲的，真的呀，吃吧。哇，这地皮真是经典，哇。啊，地皮是最香的，是吧？不是有好多人专门点鸡皮面吗？对了，老爸，我跟你讲个事啊，最近我不是。一个网上一个认识一个大姐，认识好长时间了，他给我发信息，他想给我介绍个对象。女孩子呢，现在一个人33，去年都给我介绍人了，一直前两年也给我介绍。然后意思就是想介绍给我，就可以让上英文啊，把他上英文。女的结过一次婚，然后呢，比我小2岁，现在干的是干超市里边，还不是是自己家里头开的店，好像是。就在河北这个南，就是咱这南个菜市场那个开了一店，然后给父母给收了一个店。他后来人也老实，然后33岁，这是离过婚，然后带两个孩子，我就是然后呢，带两个孩子呢。这两个孩子男的女孩？好像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。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这男孩这男方不要是吗？啊？这男方他以前。那这样的事情哪能成？真能成呢？他家那个女的有点胖。我那高中他妈140斤不太胖，140斤才上胖的，160斤好像我这140斤不正常的。嗯，对呀，那胖。我这想给你说这个事儿，肯定是不管的，想都不要想，那个想嘛，他带个男孩子，不要讲你又给他讨老婆这事，现在上学，
一年多少钱，还有一个女孩子，他们娘他们就要讲了，一年多少钱，你给这个能耐，我就是讲，他们也没有讲能耐，这种能耐的，看上就不要干，看上看上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我跟你讲，孩子十岁了，他记事了吧，啥不懂，他以后你养大他，他就找他亲爹，你咋弄？你小孩教育问题咋弄？他现在懂事了，他就是喊你爸喊什么，他就是不跟你亲妈。一旦出现什么事，你怎么你管狠了，他怪你，管不狠，你没效果的，他又不怪你吗？你这个家以后往哪走？到时候你搞个里外都不认人，你可讲过吗？你严重，我只是给你讲讲，可见你那个面，你看你行不行？咱不是说看不起人家，是吧？你可能养起人家想想过吗？是不是？我给你讲清楚，如果这样的媳妇给我找下来，你给我滚一边，我没你这个人。我就给你讲了，就是说了他其他的事了。